新赛季的德甲联赛已经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媒今日的焦点有哪些。一、德甲第五轮，多特在主场7-0狂胜升班马纽伦堡，多特距离拜仁只差两分了，32年以来的最大比分胜利，进球盛宴，多特不需要真正锋线杀手。 2.2024 年欧洲杯主办权归属即将揭晓，图片报评论文章认为，2024年的欧洲杯就如同2006年的夏日童话一样，能够改变德国。三、上赛季亚军，新赛季五连败，沙尔克为何滑坡的这么快？图片报文章中指出，失败的战术、引援无法弥补球员流失的漏洞、队内磨合不够、缺少团队精神、上赛季的核心纳尔多等人状态不佳、场外负面事件带来的压力等等都是原因。四、德甲联赛，杜塞尔多夫1-2不敌勒沃库森，弗兰德梅开二度，美因茨0-0沃尔夫斯堡，主场上座率创新低，美因茨气走了自己的球迷，门兴3-1法兰克福，最贵引援再次进球，莱比锡2-0斯图加特，齐雷的失误造成了失利。五、沙尔克现在怎么办？五场失利之后，沙尔克萦绕着束手无策的氛围，特德斯科必须作为危机处理者，他也知道现在只有进球和积分才能帮到他。 6.5 轮过后，布莱梅位列联赛第三，展翅高飞的背后是进攻端的多点开花，将帅目标一致冲击欧战则带来了动力。七、随前西德赢得1974年世界杯冠军的奥弗拉特即将年满75岁，踢球者评价他是不朽的球队核心，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德国球员之一。 8.9 轮联赛过后，只获一胜位列倒数第二，本轮对阵梅彭将是布伦瑞克主帅佩德森的生死战。9、穆里尼奥愤怒在增长，英超�赛场落后利物浦8分，联赛杯被德比郡淘汰，踢球者写道，被孤立，不久后被解雇，对于穆里尼奥来说前景越来越暗淡了。